用我的好吃的换你的一个双音，好不好，老铁们？血肠。辣椒。妈，眼泪要流出来了，妈啦！我哭了。今天来吃个不一样的啊！他要瘦。我这样吧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吃不来的。吃个不一样的，刮光棍。一块钱一杯的变态辣的麻辣烫又来了，今天再吃一下，有没有食欲？有点热，刚做出来的。啊，好吃，老香了。在我们楼下拍的，我们今天这边非常非常的热，30多度呢。喝一口汤，小米椒，小米椒，哎呦，就这么辣。